你知道今天全场禁止跳动吗？三天三夜，这三个半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三天三夜，这三个半夜，跳舞不要停歇。来，我看一下。袋鼠、兔子、山羊、小鹿们，就连水豚君也被警告，参加阿美小巨蛋演唱会，双脚绝对不能离开地面。不止动物不能跳，阿美暌违7年才回到小巨蛋，所有进场的歌迷统统禁止跳动，所有工作人员也会人人都换上这件 T 恤，提醒大家不要激动，避免打扰附近住户。工作人员 T 恤不止印有 ASNR 的字样，还有各式动物提醒大家 No jumping。歌迷也将被很会跳的动物们环绕，因为阿美不止送歌迷 NFT 当作惊喜，还设计了12种动物图案的口罩，首场是很会跳的兔子。阿妹脸书轻po跳动禁止的宣导片，再次呼吁欢迎大家疯狂使用膝盖以上用力扭动，还都不减蹲起木林。他在摇滚区的彩排影像也曝光。看着成果露出满意的表情，经纪人陈振川还曝光阿妹在彩排的第二天视察场地，脚踩着跟台上一样的 LED 荧幕，而这回仅遵守阿妹条款，演唱会现场一楼地板全面用木板架高并铺上地毯，希望可以有效吸震，因此也一再提醒在嗨都要将安全放第一。 TVBS 的新闻上面郑宏婷台北仓报道。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